且现在咱们德云社，嗯，它也不只是一个传统的相声团体了。那是什么？人家现在都叫我们什么呢？啊，亚洲最大的男子天团。哎呦，行了，哥，咱就是说相声的。那是你现在没有热度。我确实没有什么热度。而且你得会炒这个热度。怎么炒啊？比如说，谁和谁又搞对象了？哎呦。哎，谁谁谁又结婚了？嗯，听说。谁谁谁又隐婚了？哎，谁谁谁结婚又离婚了？谁谁谁街头拥吻某神秘男子啊？听着就那么刺激啊！为嘛不是我呢？正好啊！哦，你也想上这样的热搜是吧？那都没有，看着反而挺刺激的啊。这个倒也简单。您的意思，咱按照这个套路炒？对。是啊，你上我们五队，你就能上这样的热搜啊！咱认识的艺人现在也不少啊，您得炒一个，对我也得找一个，得是个女的吧？多新鲜呀！有跟男的炒绯闻的吗？确实是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为了这个事儿有准备啊，我找了一个我们德云社上热搜最多的相声艺人，谁呀？岳云鹏啊，确实岳哥微博热搜多，而且他热搜多不要紧，他文案好。写的东西好，哎，我特意我请他给我写了几个文案，是教您了，嗯，对，教我了，真是岳哥的字儿，哎，啊，网，这字儿念什么？这字儿，这字儿我也不认识，这字儿你也这有拼，余生请多指教，圈杨幂，哇塞，好像有事儿啊，是吧？啊，想和你一起看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圈高圆圆。不行，你看谁？看谁？肖字要反天了，云字的。不是秦霄贤，你不叫赵又廷，你跟我这儿急什么？他舔着脸还急呢，那都不要脸了都。对，热搜起来了，起来了，热搜起来了，热搜标题应该是。烧饼和秦霄贤为高圆圆打起来了，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，谢谢。两个人很默契啊，炒吧，炒作吧，这就叫炒作呀，炒作，炒作，还有吗？我再翻一篇啊，再来一个，再翻一篇，来个狠的。你是梅菜，我是肉啊，我想扣住你的手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圈贾玲啊，那人贾玲，人家是导演。导演知道吗？50多亿人家拍的，全球人家都有名，咱圈人家怎么了？就火，就是。对呀，啊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让人拍着，哎，烧饼和贾玲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人也得这么说呀。怎么说？哎，贾玲深夜私会猛男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哦，是不是？贾玲导演也是不摘食啊，哎，就好吃主食啊。哎，你看还有啊啊。我攒了很多年的温柔和浪漫，嗯，都给了你。谁呀？圈儿啊，李雪健。嗯，李雪健，李雪健，李雪健啊！您别哦，您喜欢宋江是吧？不是，哥，错了错了。怎么错了呀？错了，跟你要跟宋江闹绯闻，你不能去爱的宋江，爱的李，你爱的李逵，宋江跟李逵闹绯闻呢？宋江怎么叫李逵呀？你这黑丝，对不对？李雪健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李雪琴。李雪琴。哦，李雪琴啊。李雪琴跟小妹儿那李雪琴。对对对。哦，我以为李雪健也是铁岭的呢，这个。差太远了。对不起啊，李雪健老师啊，李雪健老师。啊，这还有别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想当你一辈子的沙袋。哎呦，张伟丽。哦，就打拳击那个。对对对。真好，您就不用一辈子了，一下你就没了呀你。一下就有可能是我的一辈子了。为了火都不要命了，哎，有热度就行，有什么用啊？有热度，有热度，咱一火了，各大平台卫视那个综艺节目都来找你，找我，找嘛呢？找你肯定是没戏了，那找，因为都是我的微博圈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那有什么节目？太多了，你说说。太多了，哎呀，快乐大本营啊，哎呀，还有最强大脑，哎呀，都找我，还有德云逗笑社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德云逗笑社也得找我，找好好找，哎，到那。您好好给人说相声，哎，说相声，我跟您一块儿去，我上台，我好好给人来个快板，踢踏，然后唱一个古曲小曲小调，对不对？兄弟，你等会儿吧。你看哪个综艺节目里边，人家嘉宾一上来唱一个小曲小调，来个快板的呀？不好吗？有谁见过何炅老师
用你们现场最热情的掌声来有请我们出今天的嘉宾，动次打次动次打次，日落西山呢、哎、黑了天吧，哎啦哎嘿呀啦哒啦滴哒，咦咦，不好整啊这个。有唱这个的吗？咱也不光是会神调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其他的咱也会啊。会什么呀？为什么你比方说唱个小曲咱都行啊？那不行。那你说唱什么？哎，要说呀可不能跟你说。哦，合着你说半天，将来你上热搜你不带着？哎，跟那个疯狗不能说相声。我想想啊，那你跟谁？我得跟烧饼、啊、烧饼和鸡说一段相声，准能上热搜。鸡？哎，对了，我一狗我都配不上鸡是吗？我都带好，早有准备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哎呀妈呀！哎，烧饼和惨叫鸡说一段相声。啊、哦，这怎么说呀？哎，今天。我跟您说一段相声，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就两声。哎，要说这唱啊，给您唱一段叫小帆。叫小帆他能唱？哎，一见公主到令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叫小。还挺好。人说谢谢了。您这叫糟改相声啊，哥。这怎么叫糟改相声呢？糟改太难听了，什么玩意儿这是、哎、对，唱歌也行。阿门阿牵一棵葡萄树，阿门阿门你就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我都快变成尖叫鸡了。我掐的是你呀、啊、还是掐的是他呀？咱不是，哥们您这不对，没有这么玩的。怎么了？胡编乱玩的，是糟改传统艺术啊。不是，这小节目吗？您要说您就好好说，要唱咱就好好唱，对不对？什么玩意儿不伦不类，你还云字儿呢？你那字儿你要不要你就让给我，知道吗？我让给你吧。我早就想要了，知道吗？让给你，我烧饼用不上，反正给你。咱没有这样的，您也是一云字，是个咱好好说相声。您不想跨界吗，哥、啊、您刚才整了虚头巴脑的名头，那没有用，都是假的。跨界咱可以好好跨，看人岳云鹏比烧饼还想出这主意的人，相声演员唱的歌最亲的人唱的多好听。哎，照样火了呀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唱比他火，人家都唱过了你再唱。哎，我唱出来就比他强？不可能的。你不信咱就比一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我唱出来比他强，哎，我倒要上一热搜，哎，这热度又蹭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别又蹭上了。您唱比他强？当然了。我跟您说，哥啊，岳哥可在后台呢。您要说唱比他强，我把他叫上来让他唱一回，怎么样？来呀，你说的。真是。岳哥，岳哥，谢谢。啥意思呀？这是干什么？惨叫鸡呀、啊，跟鸡说相声。行吗？行。刚我在后台听说有人跟我要 PK 什么？不，我那意思就你要唱那个，我也能唱，而且我唱的还比你那稍微强一点。你要死啊你！稍微这么强一点点，稍微强一点。嗯，好。那我唱个上句，你能唱下句吗？那当然了，来啊。嗯，翻过了一座山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您听人家唱，听岳哥唱。感谢这人间爱，我只想喝一杯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接一杯。听人家唱，您花开山岗红艳艳，带着那猪羊就出了家门，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呀？送给那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呀。您唱吧，您唱。门前的小树已成年，阻挡着风雨来得突然。欢乐欢乐中国年，红红火火到永远。好了，一起来吧。欢乐欢乐中国年，五谷丰登笑开颜。欢乐欢乐中国年，
红火火到永远。就这。你看你们几个什么玩意儿？惯着吧你。加油。